西西，喂，西西，你咋了？喂。啊。你现在哪儿呢？我给外面办事呢。你快来我家一趟吧。咋了？我听你说话挺着急啊，出什么事了？你别说了，你就赶紧来吧，得了。好嘞，好嘞，好嘞，行，过去了。西西，那像你怎么躲这儿来了啊？我前男友这一天一直跟踪我。不是，那像你之前的事儿还没解决好吗？没有，这件事我一直没敢跟你说。他现在严重影响你生活了，这也不是个事儿啊。别怕，那像我们去找他，他在哪儿呢？别去了吧。没事，有我在。走吧。哪是他？给哪是他？那。哎，哥们儿。谁呀？我秀鹏。男朋友。对，我现在就是她男朋友嘛。对了，你想天天给她打电话，有事儿吗？你是？有事儿啊，我没，我就想把我钱要回来。啥钱呢，哥们儿？他欠我两千块钱呗。我欠你啥两千块钱呢？不是，咱俩天天出去吃饭、看电影，不都是我花的吗？现在分手了，管你要钱没毛病吗？对吧？你觉得呢？饭是你是没吃着是吗？我吃了，但是咱俩现在分手了，是我花的钱，你也没花钱呢。按一半算也是两千，我都没全算，全算两千也不够。哎，哥们儿，行了行了行了，就那多少钱来的，那像我扫给你吧。两千。没事儿，这我自己的事儿。西西没事儿，我跟你说，别让他烦你以后就行，知道吗？我怕太膈应了。哎，多少哥们儿？刚才。两千。好了好了，嗯呐，那像你把你就那微信就那收款码给我得了，别磨叽这些事儿了，来。走。过去了，哥们儿。行。哥们儿，我奉劝你一句啊，以后别因为这点钱天天骚扰我，知道吗？钱到手了，我犯不上，我也破款了，祝你俩幸福，走了。你这么做，只会增加我对你的歉意。我以后还是把两千块钱还给你吧。没事，只要你能好好的，以后我保护你，你别怕。